家好，我是奶茶，今天来带大家找特殊装备包包。这边奶茶有准备几个地点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先来看露营场的部分有哪一些吧。首先是在无限之塔旁边的空地上，再来是棉花糖车的正后方，刚好在这斜坡的前面哦。再来是这里，还有挑战神殿的这边哦。再来是许愿树的旁边，还有黄色帐篷这边。烤肉区的话也有哦。那露营场的部分我就是找到这几个，接下来我们换广场的部分吧。我接到广场的任务有比较少一点，大部分的话都会在同一个区域找到比较多。先看到是操场的部分，还有舞台这边，然后跟游戏派对门口，还有车子的后面哦。再来是卖钓具老板这边，那我找到就是以上这几个地点啦，在这边分享给你们，也欢迎你提供给我新的地点哦。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啦，喜欢我的影片要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上开启小铃铛哦，我们下次见。